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麦。今天是8月的2号，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——华强北的飞扬市场。那小麦每天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。今天来给山东的一个粉丝朋友安排12 Pro Max 256G 国行的机子，这个目前拿货是42张，橙色99芯电池都有90加。受14系列的影响，12 Pro Max 港版国行现在的性价比是很高的，几乎每个机子相对于前段时间都跌了几百米左右，那压了货的档口真的是叫苦都连天了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用户来说呢，现在就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。12 Pro Max 256G 的现在目前拿货港版国行都是42张左右， 6.7 英寸的一个大屏幕 OLED， 分辨率很高，色彩非常鲜艳清晰， A14 的仿生处理器，你就是放到现在依旧是很扛打的。后置三个摄像头，不管是拍照还是摄影都是非常清晰的。手上这两个国行的，一个金色一个海蓝色，都是直接让档口老板娘给我留的，像这种成色好的都得先预留，手上这两个就是今天淘的一个尤物。每年的七八月份呢，都是入手苹果手机的一个高峰期，大部分的果粉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入手。现在12 Pro Max 的价格也是跌到了一个谷底，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。现在入手不管是橙色还是机况，都能拿到机况比较好的，不管是颜色还是橙色还是电池，都能有的一挑一挑。就像小麦去年的一个粉丝朋友，就是太晚了反而是挑不到。电子产品嘛，都是早买早享受。那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。有喜欢12 Pro Max 这款机型的，都可以关注一下小麦哦。对于12 Pro Max 还有13 Pro Max 这两款机型，你是喜欢哪一个呢？评论区告诉小麦哦。